聂老板，最近逐记的生意怎么样啊？挺顺利的，我已经让他们按照聂公子的要求去推广逐记会了。凡是加入逐记会者，各家各户都要填写自己的偏好设计。嗯嗯嗯，宁兄这个主意着实是好啊。嗯，哎，先前叫什么来着？大数据分析。对对对，就是根据这个大数据分析，我们现在。 可以根据客人的口味给他们推荐商品。嗯，并且我们现在准备推出送货上门的服务。哎，这个外卖业务要是能推广开了，谁是宁毅？抱歉各位，我来晚了。宁兄刚刚被两个神秘的带刀人给带走了。带走了？何时走的？就刚刚。 苏小姐，你别担心，宁公子他或许只是……哎，不是，走不人，走不人，跑错方向了！站住！胆敢擅闯此地，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？我管你是什么地方，把我相公放了，相公！娘子，相公，放开！秦老，这有一些误会，啊，放开吧。 你没有危险吗？没有危险啊。秦老，我介绍一下啊，这位是我的娘子苏檀儿，以前总跟您提起。这位呢是秦老，当朝宰相。 我的朋友，哎呀，久闻苏老板大名，宁毅以前曾经跟我提过，说你绝非是一般的女流之辈，而是个有大志向的女子。秦相过奖啊，妾身。 鲁莽擅闯，是因为过于担心相公安危。<笑>是是是，绝无他意。<笑>没事，没事，稍安勿躁，收起来吧，收起来。赘<笑>婿随选随看，请见MOD戏剧199观赏。